就是要赶快先整理自己的服装仪容，然后呢，该粘的、该贴的、该包的，都要先赶快弄好。然后我现在在用什么？在用软丝睫毛，这个我一直很强力推荐的。这个软丝睫毛哈，它就是不需要上胶，不需要上胶，它就可以直接。用夹的方式，它还有上下，然后上下在夹的时候，它的那个磁铁它密合度就很够，所以就不太需要说一定要上胶还是什么。然后我皮肤比较容易过敏，所以我也不太容易可以上胶，我就这样软磁睫毛给它夹住，然后放开上下，然后你如果觉得。会点点有没有？再把它往上搬一下下。我觉得会刺刺的，然后我就再一次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的睫毛，它帮我夹住一个真正的睫毛起来，所以有点痒痒的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那个金普里酒店，金普里酒店在那个普里呢算是很火红的，然后我已经算是他们里面的就是御用的主持人。觉得不舒服就再一次没关系，反正这个反复撕，它这个毛真的是会影响到我。它反正也就是反复用都没关系，它那软磁睫毛就是不管你用几次就不太会坏，它只是说我们那个清洁要做好，就是我们都会沾上粉啊什么的，就是要。做清洁，那基本上我是都没有在做，因为我想说坏掉就直接用丢掉了，我就没有在做清洁的。反正一个吼，如果可以吸个100次，这样就很方便。然后这样就这样子嘛，就很方便。然后呢，眉毛不是眉毛啦，睫毛往上翻一点点，这样看一下有睫毛跟没有睫毛的眼睛。眼神是不是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又见面啦！今天又是你主桌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真的、哦。会和一个那个，和一个谁？新人，你要带他的。对。那、啊、你们都吃饱了吗？还没哦。对。等一下一起来吃，吃我们员工餐也可以。真的哈、哦，我今天应该是主任有帮我买那个烧腊便当，每次都是烧腊便当。还是你要吃那个员工餐也其实也可以，真的哦，很好吃。员工餐应该更好吃吧？我们的员工餐还蛮好吃的，真的哦。你要吗？我可以帮你用一份。不用啦，主任应该有帮我用便当，应该是有，应该有帮我用便当。可以跟他讲你要吃员工餐，真的哦。下次我要吃 buffet， 吃 buffet 早上buffet 早上的哦。就看自己的眼睛的那个舒适度，如果说眼睛不舒服的话可以反复夹，那个其实都没关系，反正就是我们要让自己舒服，就是要让自己舒服。对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还在等待，所以我们今天的
今天的新人都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活动。对，今天的新人没有什么活动，他只有一次进场，一次进场，还有也没有二进哎，他只有换一次礼服哎，只有一套礼服到底这样子。金普里酒店其实我已经很熟了，熟透了，真的是熟透了，熟到不能再熟了。奇怪啊，我的口红怎么？今天是不是十二桌？对，十二桌。十二桌。就定位，等一下呢。基本上我口红太早擦了，因为我还没有吃便当。来到普里就是要吃便当，就是要吃便当，因为他们的烧腊便当真的很好吃。很自然，刘海就不会开花，刘海就不会开花。然后我们如果想要再俏丽一点的话，我就把头发直接往上，这样其实不用啦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然太可爱了，太可爱疯了。今天有，然后他今天没有什么活动，他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到底了，他就没有再换装，对，然后也没有，然后他也没有那个要给我的吗？他鸭还在杀，他鸭还在杀。对，好。他们几个？什么东西？主桌敬酒的。主桌敬酒应该是六个。对，男女双方主婚人跟新人就六个嘛。啊，六个看有没有他们的那个长官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对，就是一样。是什么逼到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爱心。好。